文当一浪爹，这是什么？你不跟他讲了，不用跟他解释，他懂啦。我们文当现在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。哎，何これ？花売ってんの？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台湾现在真的超先进。现在要带文当去永康街吃鼎泰丰的小笼包。哎，でもここ来たことあるよ。なんで？誰と？いやいや、うちゃんとしか来たことないけど。これがまだ慣れない。文当说他不习惯我们的店铺地就站在右边，因为日本站左边嘛。还有啊，这到底是多热？文当是为了怕热，所以他穿这个比较薄的衬衫，里面还有一件 T 恤，很热的时候就可以把衬衫脱掉。现在鼎泰丰因为排很多人，所以他要我们先点餐，这样子的话，等下可以进行比较快。日本語も書いてあるよ。エビチャーハン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。やばい、興奮してきた。文当刚才超饿的，因为他是八点到，所以他就是几乎是整晚都没睡，然后也没吃东西。チョコレートマンジあるよ。これ妹がおすすめした。お腹減っとるよ。小籠包で10個入りと5個入りどっちにする？10個やろ。OK。结果我们最后只等了差不多五到十分钟，然后因为我们的位置在四楼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到四楼去。日本語通じるよ。頑張って。文当现在要挑战要叫店员，虽然是用日文。すいません。小籠包10個入り。はい。エビショーマン5個入り。不单你，排骨炒饭阿布嘛，比你开黑比完蛋，超美食。文当现在看还有什么菜单，因为刚才我们在外面没有看到整本的菜单。啊，これ、チョコレート小籠包。これ何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绍兴醉鸡呀。锅贴好像很好吃哎。啊，これ注文すればよかったな。これとあれを。でも普段そんなに食べれる？めっちゃ腹減っとる。文当怎么会吃？然后我还点了可尔必斯。怎么有人来这里点可尔必斯？你これで来るの？文当好温柔哦，帮我倒饮料，優しいね。文当现在看怎么正确吃小笼包，一直被打小 logo 太大了，你对对学他，教育一级哦，时尚，谢谢苏小姐，谢谢。文当讲太慢了，开心，开心啊、哦，那就好。小笼包来了，来啦，来啦，吃吃看，吃，哦，哦，哇，嗯，微信，他看起来好幸福的脸哦。嗯，这个碗吃完了，他再给。嗯嗯，好吃。好吃哦，太好了，多吃一点。嗯，他这个胸膛からね、広がるような。文丹很会讲呢。でも食べてみる。好。しかもこれね、薄いのに全然割れないよ。ね、本当それ思った。なんかね、美味しい。コメントになってないよね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しか言えないな。好推荐给大家，真的好吃。好可爱哟。これ烧麦。烧麦。对，好可爱的烧麦。好可爱烧麦。对，好可爱烧麦。来，按我。これも中入ってる。你是入ってると思うよ。文当挑战吃虾仁烧麦。めっちゃ味濃い。めっちゃ俺タイプ。文当看起来好开心哦。开心开心。开心啊、哦，多吃一点。嗯，看他吃这样子，味觉好开心哦。好幸福，好幸福啊，好棒啊！第三道我们点排骨炒饭。あ、ルちゃん取ってくれるの？もちろん。あとお客様だから。こいつの肉がでかいね。完了，文章还没拍照，我就把它弄乱了。あ、台湾の調味料使ってる。じゃあ苦手？ちょっとしか使ってないから。逆に美味しい。因为文当其实有点怕那个台湾的调味料，把它搅味道。我们还点了红油抄手，这个要把它搅拌均匀。これ食えるかな？因为文当很怕辣。文当吃抄手。まだ辛さは食ってない。じゃあこの4つどれが一番好き？这个。好好吃哦。プリプリだし。这个酱好好吃哦。其实我跟文当本来要另外点巧克力小笼包，可是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吃的太饱了，因为这个排骨蛋炒饭量真的太多。哎呦，我不小心按到放到塑料剂。那我吃最后这个，那个给文当吃。文当，你对鼎泰丰有什么感想？好吃。台湾の調味料使ってて、そうなんか使いすぎてないから、それ食べやすい。おすすめです。这是我们文当的台湾第一站鼎泰丰，耶！鼎泰丰，你看。哦，我可以就讲，我们文当最近很认真在练肌肉，哦，帅帅帅，因为我们文当比较瘦，他就想要把身体练壮一点。刚才我们请他记棒型，每一结账完，他就马上拿给我们了，效率很快啦。文当第一次加值悠游卡，因为我们想说是投一千元变成一千元全部都加值，所以决定去找站员来帮我们用。200台湾ドル。200台湾ドル。200。200。说谢谢哦。谢谢。我文当买了一瓶饮料，他挑一个感觉很喜欢喝的柠檬茶。
好吃。我们想说要给文当买一台这个很台湾的电风扇给他吹，因为文当带慕斯来在机场被丢掉，现在文当就在买个临时用的慕斯。要过来拍吗？嗨。因为文当说他不相信如果茶跟奶茶配在一起会好喝，可是这个隐秘式茶真的是我超爱，所以一定要给文当喝喝看。妈妈，我一起过来。妈妈。现在要带文当去体验台湾式的洗发。